一首《日不落》送给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南苑，感谢渊晨的红包，谢谢渊晨以及我们直播间所有朋友们给我们守下了我们的北京榜第一名，谢谢大家所有的人气票，让我们又夺回了我们的红色粉丝牌，谢谢大家，这个凝聚力，这个战斗力爆表了，谢谢大家的点赞，非常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们。那接下来呢，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想听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我随机截图截到的第一位朋友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好不好？准备好了吗朋友们？只要加入我们粉丝团的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都可以参与我们的点歌哦。节奏感好强势的，凝聚力爆棚。五四三二一，今天真是爆了，我们每天都爆，每天都爆啊，这基本上绝了，我们十二级粉丝团的随遇而安点了一首蒸雨，看来我们这首歌是一天都不能落下呀。来一首我们直播间的专属歌曲蒸雨，送给随遇而安以及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又让我们这个双喜临门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小心心，辛苦了辛苦了，每位朋友大家辛苦了，大家可以一起在公屏上打一波大家辛苦了。心鲜而
首我的原唱歌曲，叫做《章鱼》，送给大家。你们觉得好听吗？大家觉得好听吗？这首歌。哎呀，看着我们的粉丝牌又一次变红了，辛苦了，辛苦了。感谢白玉，欢迎白玉，谢谢白玉的深情对唱。大家辛苦了，我给大家再发音符带哦。
感谢真海的浪漫小花，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大家的掌声，家人们辛苦了辛苦了，一首只要有你送给大家，好听吗？不想听这些歌了，弹了千遍万遍都听不进去了啊！可是经典的歌曲就是这些，哎，经典歌曲就是这些，如果觉得那个不想听的话，可以你过一阵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可能就觉得又好听了，又会觉得怎么又好听了呢？好听好听，谢谢大家啊！也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的小心心和点赞，家人们我们点赞，我们一起双击屏幕任何一个地方，好不好？我们都可以点点赞。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暂别离》，大家辛苦了。谢谢南苑，感谢托拉斯基，托拉斯基从来都没有点过歌，
那自己有没有喜欢的曲子，喜欢的歌曲？谢谢大家的小心心，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们直播间大家都是默默听曲，默默支持，默默的为我们直播间助力，之后从来没有任何的要求，都是特别无私的有爱的家人们，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的关注，那我们弹一首听闻远方有你，送给所有的朋友，感谢远方，感谢远方有一个你们，虽然有你们在这个手机的另一端，但是我们的心都在这个直播间，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谢谢大家，感谢天书，谢谢大家的关注，一首听闻远方有你送给大家，都算行，你们说算就算，你们说算就算咯。
好的。粉丝团，谢谢渊晨，感谢南苑，谢谢托拉斯基，感谢若晨，欢迎团长，感谢天书，谢谢清风，感谢阳光，谢谢真心真意，感谢真海，谢谢少爷，谢谢 Kevin 的生命之树，谢谢大家辛苦了，我们中间谢谢每位朋友，谢谢若晨的海底寻梦，大家想点曲的朋友可以先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加入我们粉丝团的朋友可以优先的点曲子，好不好？
放下了。点赞，谢谢峰哥，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
谢，感谢南苑，谢谢渊晨，谢谢南苑的红包，家人们，我们抢到红包的一起要感谢一波哦。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吗？放手，不敢不敢。好听，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那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轻音乐，送给大家一首《迷雾水珠》。水珠送给大家，好听好听，对这首音乐特别的治愈，我觉得就听了以后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是不是？之前我们在我们的爱尔兰音乐专场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这首作品，希望大家喜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的点赞。是的，大家都很熟悉了。到上课时间了，
也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同时，同样也是延续了我们，前两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风格。分享这首作品叫做《兰陵王入阵曲》。这首作品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先一起听一听，感受一下。节奏感激昂，激动人心，振奋人心的感觉，是不是？大家知道兰陵王吗？我们直播间大家应该都知道兰陵王，是不是？兰陵王他名叫高肃，是北齐末期一位文武双全的名将。那因为他英勇善战，战功卓越，所以呢他先后被封为徐州兰陵郡王，被封为大将军、大司马、尚书令等等官职。那据说呢，兰陵王他不光是这个打仗非常的英勇，而且呢他还长相俊美，所以他打仗的时候为了震慑敌人，他就戴上了一个凶恶的一个面具，他觉得戴上这个面具能够更加让敌人害怕他，是不是？所以呢他就这个面具也非常的经典，在我们这个很多的历史课本上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图片。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兰陵王入阵曲的这个乐舞的演出呢，演员们其实都是戴着他这样的面具的，是他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象征。兰陵王老帅了，对。所以呢在据记载中呢，兰陵王入阵曲它是源于我们公元562年发生的这个邙山之战，邙山战役。那在这场战役之中呢，兰陵王被受命为中军将，他带领了500勇士攻入敌人的包围圈内，力挽战局，反败为胜，可以说是非常经典，而且是
一个奇迹之战吧。所以在这个战斗胜利之后呢，将士们其实是为了歌颂兰陵王，在这个庆功会上表演这场这个兰陵王入阵曲，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的。所以呢，以这场圣战为背景而创作的这首兰陵王入阵曲。后来呢，这首作品传入了民间，广为流传，盛极一时。那后来呢，这个兰陵王他因为战功太显赫了，所以受人爱戴，新的皇帝呢忌惮他的这个功绩，所以呢赐了毒酒毒死了他。他这个离世的时候年仅32岁，这样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名将真的非常令人惋惜。所以他被安葬在河北省邯郸市的磁县，现在在那个地方还保存着兰陵王的这个碑，兰陵王碑。所以大家现在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音乐人是一位琵琶演奏者柳青瑶他创编的这样的一首作品。我觉得他这个创编的也非常的成功啊。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古筝版的兰陵王入阵曲好不好，送给大家，非常霸气的一首作品。弹这首作品我就觉得我又要激动了，希望大家喜欢。
一首《兰陵王入阵曲》，听得很过瘾吧？过不过瘾？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姿势拉风，节日快乐！谢谢大家的祝福，也祝大家端午节快乐，节日端午节安康！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感谢大家的掌声和小心心，好听好听。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下一个环节了，谢谢大家，我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吧，给大家发一个福袋，我们现在都是铁粉了，是不是？铁粉来，我们一起抢福袋，好不好？给大家发一个大福袋，祝大家端午节安康。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昨天朋友们都来我们直播间帮我们一起助力我们的那个公益直播，大家都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支持了我们的直播，非常感谢每位朋友们。端午节安康，端午节快乐！是的，谢谢你们，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现在都是我们的铁粉，我们的老铁。老铁们一起抢红包抢福袋啊，感谢渊晨的红包，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啦，谢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感谢渊晨，谢谢南苑，感谢若晨，谢谢托拉斯基，感谢大鹏，谢谢天书，谢谢 Dream， 感谢冰，谢谢 Patty， 谢谢清风，等等所有的朋友们。现在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啦，希望大家可以开心快乐每一天哦。
卡最佳表演奖，哈哈，谢谢大家，谢谢，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家人们，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安康。哎呀，我们这福袋还有5分钟呢，我去跟小马说一声啊。小马儿，跟他说一声，咱要下了。那首歌吗？刚才那首歌叫做《爱的魔法》，爱的魔法。谢谢大家，大家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安康啊！辛苦了，辛苦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的所有的支持、陪伴和助力，让我们今天又有了一个双喜临门的一天。谢谢大家。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的228万点赞，感谢大家的点赞，谢谢你们。然后呢，我们今天还非常霸气的拿下了双喜临门的北京榜第一名，还有人气榜的第八名，非常谢谢我们每一位朋友们的支持和助力。大家。对，同时祝大家我们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安康。感谢渊晨的红包，大家可以抢红包哦，一起在左上角抢红包。厉害，厉害了，我们直播间就是超强凝聚力，超强团结和凝聚力。非常感谢我们榜上的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谢谢大家的这个捧场，感谢大家。哦，这个人怎么这么执着呀，连了我一晚上了，太执着了。非常感谢我们榜上每位朋友们，辛苦了。感谢渊晨，谢谢南苑，感谢若晨，谢谢托拉斯基，感谢弗兰西斯，谢谢大鹏，感谢天书，谢谢 Dream， 感谢黑色，谢谢 Cathy， 谢谢斌，感谢清风，谢谢真海，感谢不渡，谢谢真心真意，感谢少爷，谢谢东北虎豹，感谢烟雨过客，感谢白马西风，谢谢徐 Sir， 感谢九天风云，谢谢管理，感谢思韵，谢谢你我他，感谢戴哥，谢谢拂晓阳光，感谢流年笑掷，谢谢钱望镜，感谢冰少，谢谢启晨，感谢自然中平凡，谢谢蕊，感谢子安，谢谢新歌玩抖音，感谢青云，谢谢山村少年梦，感谢108歌舍，谢谢归来是路人，谢谢避风港，感谢唯一，谢谢为你而来，等等等等，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支持，辛苦了，辛苦了。大家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啊！明天是我今天我们过0点就是端午节了，大家一定要回家和家人在一起，吃粽子，好不好？吃粽子，然后聊聊天，陪一陪我们的家人们。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我又是一个回不了家，不能陪这个爷爷奶奶他们过节的一年，又是这样的一个端午节，哎，都习惯了。但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不是？每到这种团结的节日的时候，就真的会特别想家。没有粽子，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没有粽子？大家一定要去买一个粽子吃一吃，好不好？哦，对，然后明天呢，端午节我们还有一个节目跟大家在这里预告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我看一下是几点，好像是咱们直播的时候，容我看一下。明天晚上6月3号晚上的9点03，会开始我们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风华国乐的端午正风华。这样的一个端午节的特殊节目，就是风华国乐的特别栏目，
会在晚上的9:03播出，我是第五个节目，然后我演奏的作品是片片相思赋予谁，大家可以到时候一起，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但是我估计那个时候我可能也在直播，大家可能也在直播间里，然后跟大家也先提前预告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一路陪伴和关注，因为我不再寂寞，无聊的生活几点，9:03开始，我估计我的节目第五个应该要在5分钟，我的应该在9:30左右，我应该会在9:30左右，到时候如果说快到的话，就我们一起到时候关注一下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会在几点，有时间绝对要来参加，好的，不是卖粽子，不是卖粽子，是弹琴，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前一阵录的节目，中央央视15频道，好的，大家抢到福袋了吗？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安康，谢谢我们直播间今天所有朋友们的240万点赞，然后也感谢大家的一起助力，让我们又拿下了北京榜一和人气榜第八名的好成绩，谢谢每一位朋友们，那我们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家里都有电视，好的，直播间来一首，感谢 NCM， 谢谢你的粽子，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明天是一个元气满满的端午节哦，祝大家晚安了，拜拜，辛苦了，拜拜，中了，太好了，晚安大家。